哇，欢迎回来 Rock 频道。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一下胡浮工业最新出的双肩包，以及那个男士日清的副包等等一些他们这一季的新品。但是我想在开头说个题外话，短短的，给我一点时间。自从我买了头上这顶帽子之后呢，就超级超级多人问我这个帽子的一些讯息在哪里，有的卖有没有链接。我已经回复过很多次了，但我在这里一次性啊，还是说清楚把它。这个帽子呢，我是闲鱼买的闲置，也是新的，是人家没有用过。当时那个卖家他也没有什么特别清晰的一些关于这个产品的一些讯息啊。很可惜的是，我买到手呢，吊牌给我弄丢了。我不确定是我丢掉了，还是我真的收的太好，以至于我现在找不到。总之呢，吊牌我现在就是找不到的状态，然后。我也很希望，如果我知道哪里有卖，我肯定还会再买至少一顶或者两顶来替换，因为它真的很好戴。确实这么多朋友来问呢，说明它的这个颜值确实也是在线的，然后包括它的配置其实也很好，两侧是非常透气的网面，中间这一整这个大绳到帽檐全都是防水玻的材质，背后有个快开扣，同时它的这个调节还是带弹力的橡筋，总之就非常舒服的一顶帽子。我买的时候才200多，超划算。然后呢，我目前知道的信息我在这里公布给大家看。首先就是它的 label， 它上面有一些关于它的货号、产地什么的，应该没看错的话是34438的这个货号。然后它是2015款的一款帽子，所以年代比较久远了，这也是我为什么找不到的原因。如果各位有能力者、厉害的大神能找得到的话，欢迎你 share 这个链接给我，那我就确认一下，如果真是买得到没有问题，我肯定会发出来给大家。零元悬赏 ，OK， 这个帽子大家谁能找得到的话，我把我知道的一些信息我都贴在屏幕上，好吧？我们大家一起来找一下，买得到的话大家一起买。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哈，开始讲一下胡浮工业这一期新出的几个产品啊。还再说一下，这一期影片呢没有什么赞助什么的，但是也不是三个过往的包款。横向对比的评测，我觉得没有必要，他们的定位完全不同。地狱犬是比较偏日常街头的这种定位啊，然后蟹虎座它真的是一个用来做摄影工具的一个摄影包。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猎户座呢，我觉得它就是更适合日常通勤族的上下班使用这样一个包款，或者是偶尔出个小差旅啊什么的，不同的定位都很好用啊，区别于以往。如果各位有看过我之前有分享胡工业的这些包款的影片的话，应该知道了。我感觉我就像是一个人肉说明书般存在，去详解各包的这样一个设计啊、定位啊、用途啊、我使用感受等等。那我觉得过了这么多年了，熟悉或者了解这个品牌以及这类型单品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就不想再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因为我觉得我时长实在太长了，我现在很想控制我的时长，所以我就很简单的从一个用家的角度，从我自己比较主观的感受来去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在使用期间的一些感受和分享，都是非常非常基于我自己这个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比较主观的感受啊，不一定对你十分的适用 ，OK， 但希望能帮助到你对这个品牌或者产品有更加多的了解吧。好吧，他们这一季的整个的季主题叫做关心者，那都是跟天文星象之类有关的。他们的所有的包款也都是叫做什么什么座、什么座这种星座的命名。我说双肩包啊，这一季的单肩的小腹包就叫做南十字星，它定位是个腹包啊、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捆绑在这个大的双肩包上作为一个扩展使用的。那么南十字星这款腹包呢，目前看来市面上还蛮多非议的，就是觉得它好像不够实用，或者说设计的不够完善，可能有这样的说法在啊。但是实际上我用呢，我觉得就也还好，虽然确实它有它的优点，但它也有它的不足，就两者都很明显，这个还是要稍微客观一点来讲。那首先呢，我们从颜色看起吧，这次南十字星它是有三个颜色，那么其中常规版是两个颜色，纯黑和一个黑白，然后 K 版就是雪盲配色了，后面都是 X50 的这一个雪地迷彩的面料，但是呢在扣具上面都是一样的，大家的扣具是没有分别。那么这基于三个颜色，我就正好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形态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最原始的状态我们拿这个 K 版来举例啊，首先就可以看一下它的分隔设计。它的分隔设计是正面呢一大片毛面的位置呢是有两个直插槽在正面，可以放一些长条的物品，笔啊，一些快取的工具之类的。然后下面这里拉链仓它里面是有一个副胶尼龙做一个内衬，然后表面是一个一体定制的这种毛里直带，这种直带比较薄一点，所以不要穿太厚重的腹包，当然它本身定位也是个腹包了。然后就是 V buckle 的一个磁扣，打开顶上呢是一个防水拉链，这个位置拉开又是一个
直插仓，但这个稍微大一点，可以放我一个手掌进去，就可以放一些稍微有一点贵重的，比方说耳机啊、钥匙啊，或者是一些票据之类的。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最受争议的位置，就是这个拉链，这是主仓的拉链，拉链就拉到这个位置。然后它打开伸进去是可以直通到这个包最里面，非常非常的深。但是这么深的一个容量配一个这个形状的开口，我觉得稍微有点憋屈了。就它也没有说影响我的使用，只是说拿的时候呢，戴这种戒指会比较大一点点，会蹭到里面。除此之外，其他都还好。然后它里面呢有一个大的分格，可以用来放一个，比如说 iPad 啊、书本啊之类的。但是它官方的尺寸定到 iPad 是放可以放11寸，12.9的朋友呢可能放不到了。不过我有收到消息说，胡工业其实也在努力的适配各个尺寸、各个不同等级、不同用途的数码产品的尺寸，都有去慢慢的去适配。但是在后面的产品线呢，没有说一次马上就推出来，因为从立项到图稿到生产到发售等等是很长很多的流程和环节，不是那么快的事情啊。但是他们确定是有在做这样的事，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观望一下看看的。如果你现在的设备并不适合他们家所有现在的包款，你可以先不用急，等等看。那么主仓除了一个大的分仓之外，里面还有一个小的拉链暗格，就可以用来放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比方说你的钱包、身份证啊之类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的盖板，两片魔术贴是可以把它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翻盖的设计。我觉得这样的翻盖设计看起来就跟正常扣上的这个感觉是，虽然是同一个包，但感觉相差很远，就这个感觉会更加军事，或者说功能性会强一点，这个就比较的斯文吧。各位怎么看？我个人是喜欢盖下来多一点点啊，但是翻上来有翻上来的好看，就看你怎么去搭配了。它这是一个最原始的状态，然后侧面有两个这一届他们用的新扣子，这个扣子也用在了双肩包的调节上，所以说这扣子拉开呢，侧边的织带就可以扩展开，然后这个包的包身会变得肥一点、厚一点，可以增宽这么多。但是呢，要注意是它底部和顶部还是收窄的，只是中间变宽，所以说还是取决于你要放什么样的东西来决定它到底要不要去变厚啊、扩展什么的。那么来到后面背带的部分呢，它原配是有一个这样的重力释放肩带，用日字扣来扣的。我个人本身呢是并不喜欢这种背负方式的，我从小就有背单肩包上学的这个习惯，但是我喜欢把肩带调得很短很短，以前还没有什么流行什么邮差包什么的这些，因为我不喜欢走路的时候这个包垂得太长，以至于打到我的屁股或大腿，每走一步它就这样甩甩甩，就非常非常的难受，我是很不喜欢的。这种背负点的设计呢，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个人是倾向于把它换成这一个 HMS 的纸背带来去贴身一点的高身位的背负。这也是说到它背后的这个拓展性了，可以看到它的背部的上面、下面以及顶部都有这一个标准的 Molly 织带，可以用来扩展他们 Hinge 跨拆扣。当然除了像我这样的比较标准他们官方推荐的这个捆绑方式，你还可以开一下你的脑洞，把它做成一个腰包啊，或者小背包啊什么的都行，因为它的扩展还是蛮多位置都有的，你想怎么样去变都可以。 HMS 我觉得还是个蛮灵活的系统，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OK， 那么也就来到了我自己最喜欢的它的一个状态，就是 HMS 的高位背带。但是这个背带不是它这一季发售的，是之前杜亚的那个小的包的背带一样的，我只是拿过来用。据说他们这一次的背带好像有一些改善，你们看一下图片上我背上的效果。因为这个包呢，它还是形状比较竖长条的，比较喜欢它这样背负的方式，就是说夏天背它不会贴在后背上那么热，贴到后背然后衣服也贴在身上就非常非常的闷。虽然说是高位背负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它整个包体的形状和设计的感受呢，其实背上来之后它正好在你的背往下的一个部分，就是靠近腰部的一个水平线，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这样一个位置。并且它也比较的薄，比较贴身嘛，所以它也不会晃，所以走路还挺舒服的。然后背一些随身的小物品的话，其实比起装在口袋里在整个裤子走路的时候甩来甩去的话，状态还是好很多，灵活一点。那么再过来一个状态，我尝试了一下超级无敌变态满的这一个状态，很多人怀疑它的容量到底够不够我放东西什么的。我尝试挑战了一下，把我日常会放在双肩包里的那些零碎呢全都放进这个里面。然后你可以看到我是在它的前面模拟盖板呢加了一个副包，是他们之前的那个折叠包，这也是我算是最喜欢他们的副包其中之一了。在副包里面装了这种纸巾，顺便说一下 Temple 这一个复古包装的设计真的很好看，纸巾两包，湿纸巾一包，吸油纸，然后是一部手机。对，挺惊讶的，它这个位置可以放一台1+9进去，还可以拉上拉链，就还挺深的。然后我的钱包啊，那个什么香水瓶啊，这些乱七八糟的都放在前面这些能放进去的分格里面，也不会掉出来的，因为塞得很满很满。然后接下来到主仓，主仓首先我放了一个很好吃的零食，要不试一下。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把它可以扩展的侧面的这一个最大的风琴式的扩展位给它撑满了，我觉得其实也还够用。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 iPad，
iPad 是第几代来的我已经忘了，是比较旧款的那种，因为我当年买 iPad 呢还没有那么强的生产力，真的是用了 iQIYI 的。当然现在的 iPad 不同了，尤其 iPad Pro 啊，用来画东西特别爽。但尺寸上你可以给个参考，反正我在 iPad 放进去拿出来是没有任何的压力了，就直接非常顺滑的进去出来了。然后呢，我还可以放一本书，但这本书在背包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放进去之后呢，它可以做到四角尖尖的状态，里面的容量是够的。唯一一个憋屈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开口稍微的紧凑了一点点。当时我也有问过他们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拉链是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说其实也是很多方一个综合的原因，不断的妥协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不是说没有努力过，就是真的设计跟生产其实还是一个隔得挺远的两个行业啊，不断的迁就和一个妥协，能理解吧？因为确实做产品不容易啊，使用的这个期间呢，我无数次的就下意识的会觉得，我把盖板盖下来之后，后面会竟然还有一个拉链，然后或者是一个别的什么开口的方式能直通主仓，就是多一个入口的感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之前可能用过其他的几款包有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我就真的每次盖上板子，我下意识想要在后面拉拉拉，结果哦，忘记了是没有的。不知道会不会如果这样做一下，感觉会更好呢？只是一个小的猜测啊，毕竟我也没有真的生产过一个包款。那这一个我只针对于比较没有那么大尺寸容量平板的朋友去推荐的，就你没有大到 12.9 这么 Pro 的一个 iPad， 11寸其实 OK 了。我因为我觉得 12.9 哇，纹身啊或者什么插画这些朋友要画图，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区别于这些行业之外，好像感觉真的没有太用得上 12.9 这个尺寸的平板，真的有点大哎。我觉得还是11寸会更加灵活啊。那么这就是大概这个小包的一些使用状态和场景，我这几天使用下来的感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对你来说用不用得上，因为我也不是你，不了解你的生活习惯。那么总之呢，我还是基于产品本身好不好用，适不适合我这个出发点去做一个分享的。那么刚刚说的南十字星呢，它的型号叫做 LEG31 啊，那它算是一个双肩包的扩展用途，就是一个副包的定位。可以看一下在画面上它装在双肩包上面的状态是怎样的。它区别于之前的一些包款设计的副包状态呢，我觉得这一个副包设计是高度匹配这一个双肩包的状态，它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和谐，浑然天成的感觉。但其实我个人这几天使用下来，尤其是这个双肩包，我并不是很倾向于把副包装上去，因为我觉得它本身已经非常非常够用了。那么这大概就是关于这些小包我的一些感受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款双肩包猎户座 LEG30 的我的一些使用感受和体验。那现在看到这款包的状态呢，是我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把它调整到我自己用起来最顺手最喜欢的它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太特别。它乍一看真的很低调朴实无华的一个状态，它是可扩展的一个设计定位，默认状态下它是有18升、如果拉开扩展拉链它有25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够用的通勤用来讲。而且我觉得这款包呢，它最适合的使用人群就是通勤族，真的超合适的。首先还是看一下它的外观，外观是正面有一个 V 八口做一个开合，打开盖板呢，正面它是有他们叫做行政仓，我觉得其实就是跟之前夜叉一样是用来做收纳，两边都是防水压胶拉链，很不错，质感非常好。然后打开里面呢，就是两边都是毛面的一个可以用来贴 InstallLink 内模块系统的，或者是收纳试剂章的一个设计，然后有一个3个非常大的拉链仓。都是网格的拉链仓，可以看到拉链里面装一些什么东西，而且并且拉链都是双头的，我觉得这点很好，就是你不管左手用还是右手用都非常方便，所有的拉链都是。最底下这一个因为位置比较深嘛，然后这个行政仓它也不是可拓展厚度，分隔可能会比较少用到，所以我会把不太常用的东西放在下面，稍微常用一点的就往上放，就越常用越放上面这样子，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使用习惯。这边主要就是放一些什么口罩啊零碎啊，上面有3个纸插袋，就可以放一些比较灵活的小工具啊，小的一些东西放这里。然后侧面有一个大一点点的纸插袋，这边大的纸插袋我一般用来放耳机或者是那个香水分装瓶，之前有分享过的，我记得很多朋友都有买，对不对？是真的超好用的，拿来送人也合适。然后这里我还贴了一个内模块系统收纳板，我用来收纳一些线材或者是备用电池什么的，这是我的一个使用习惯。哎，好像又变成了 What's in my camera bag。 不过这个包不是个摄影包，所以我也没有用这个主题来做，就是哎，顺带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 EDC。 刚刚那个小副包就是一个随身 EDC 状态，那现在这个大包就是一个通勤的状态了。它的正面外面呢是有一个防水压胶拉链，拉开里面是一个挺大的，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位置都是它的口袋，我一般用来放纸巾，因为其实我还是稍微有点缺乏安全感的，我不会放太重要的东西在外面，好几包纸巾，出门没有纸巾我也很没有安全感。拉链拉开里面呢，它是有一个莫里盖板的，它就有点像是之前拉斐尔的那个定位啊，外面那一个分仓呢是有莫里盖板，然后你可以拉出来挂副包或者是收回去贴试剂章都可以。不过这个设计就没有说整个毛面，它只有底下一点点的毛面，看起来干净很多。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特别多毛面，放起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这里贴两张图片给大家可以看一下放出来跟收回去的一个样子，我个人是倾向于它收回去，我比较喜欢它清清爽爽干净的感觉，放出来也很帅了，就很军事咯。不过我是比较喜欢拿它当一个都市用的通勤包，所以我不想它太军事啊，那是我的一个习惯。
并且它这一次的 Moly 盖板的面板，它不是一体定制的，它是后车上去的，有打枣，然后里面是防水压胶的尼龙面，所以是结实很多，可以挂一些厚重一点的副包。像他们上一季跟 ZO 一起出的这个高斯副包就很适合挂在外面。不过我没有在这个包上挂太多副包，因为我觉得它本身就很够用了。OK， 那这是它正面。那正面呢，它还有一根非常长的这个直带，是用来贴这个 V buckle 的。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直带其实本来是挂在中间的位置，在中间这个环，然后我把它拆下来挂到底下来，因为在中间位置的话，我把绳子收到最短，它依然会翘一个边出来，就是翘得鼓鼓的，我就觉得这样不是很好看，所以我会把它挂底下。但挂底下呢，如果我要开上面的包盖来开行政舱的东西，一打开它会整个袋子垂到底下，变得非常长又很奇怪，所以我就在原本中间这个挂环的位置挂了一个小小的弄弹出来嘛。这里有一个他们之前用来挂小腹包的扣子。OK， 这样子稍微给它做一个限位的感觉，不会垂得很厉害。那并且整个表面看起来也非常的干净、光洁、清爽。那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它的一个视觉上的状态。然后这边我加了一个小的低扣和一个登山扣，以备不时之需，需要挂点什么东西的话。然后并且这样看起来比较帅。然后右边侧面我加了一个小的手雷包，是前几季的一个产品，因为我是右手惯用，所以我不放右边。然后左边这边我就空着，还没放，还没想好要放什么东西。我觉得完全不放呢，也有可能就看起来干净一点、低调一点，别的就没什么了。然后我再赘述一下它这个小包盖，这是真的是我见过双肩包最小的包盖了，上面还做了一个小口袋拉链。比如说有时候出行登机或者是登高铁，然后一些需要快取的证件什么的可以放这里的话，拿的时候方便很多。然后说到通勤的场景啊，就是我个人最多通勤场景呢，除了自己城市开车之外，就是差旅的话，去到异地呢肯定就是高铁或者飞机会多一点。这种公共长途交通的一些交通工具的话，都要求你把双肩包放在头顶的行李架吧，这应该是最常见的场景。之前的那些双肩包好比说地狱犬，哇真的太好看了，地狱犬，然后还有这个蝎虎座摄影包。OK， 它表面都没有太多的这个提手或者拉环，所以每次放在行李架上面，我要走或者我要拿或者要移动什么东西的话，去把它从众多拥挤的行李中拽出来是非常费力的一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烦，可能会扯到别人的东西，我就不是很好这样子。那这款包我喜欢它的一点就是，除了顶上有一个常规的把手之外，两侧各有一个提手，这就算了，后背中间竟然还有一根提手。正面啊，这个直带也可以算提手吧，就除了底部之外，不管哪一个面都可以非常从容的去把它拽出来，不会太容易碰到别人的东西，这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包的一点，我觉得超赞这一点，我非常喜欢。就是你们看来可能觉得很奇怪，这有什么好喜欢的，我就是很喜欢。但底部刚刚说它没有直带，这个也不是问题，蝎虎座那一个摄影包底下本来有两个活动的直带可以取下来嘛，正好那个包除了长途差旅真的拍摄的需要我会用的外，其他的在城市中不会太用得到，所以我就把那两个直带取下来，取下来之后我就挂在底下，哎，这样就变成了底下也可以拉，真的完美。它底下是有六个小的这一个扣环，如果你不想扣两边，只想扣中间一条也完全没问题，看你自己习惯就好。哇，总之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再有一个我非常喜欢它一点就是，大家可以看外形上看得出来，它是方方正正的吧。它整个设计它是可以站得起来的，如果之前有看过我分享包款影片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可以自己站起来的包。OK， 你是个成熟的包了，你要学会自己站着，好吧？就不管你背着包去到什么位置，比方说你去喝咖啡也好，你去搭乘公共交通，你要把它放在那里。比方说我里面放了一些比较贵重的设备，可能是镜头啊、相机啊、一些电脑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它要是倒了就很麻烦，尤其是设备之间还会互相挤压，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状态。所以之前的那些包呢，像地狱犬，虽然它底下也有一个比较平的底，但说真的它还是不是很站得住啊，就放在那里了，它要么就往后倒，要么就往前倒。所以我放它都是要找个位置靠着才行，如果碰巧我坐的是长条凳没有靠背，我只能放地上，但放地上又很脏，我就不是很喜欢，所以就很讨厌。后来到蝎虎座它底大了很多，它比较平了，是可以放得到东西，但是呢就因为它太宽太大，然后如果我里面没有放那一个摄影内胆的话，它其实也是不平的，因为里面的底部放的东西的形状就决定了它的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比较软，它没有一个非常厚的那个缓冲垫去做一个底，所以说它要站稳也不太容易，而且就因为它太大所以更容易倒。反而这款包就真的是可以自己站起来，真的非常棒，不管它是扩容的状态还是没有扩容的状态它都可以站得住，而且它不管哪一面都能站得住。 OK， 正面也可以，然后侧躺也没有问题，趴着躺着都可以，它都可以站得很稳，不需要靠在任何其他的物品上啊！我觉得这点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就是说我为什么觉得这款包是非常适合城市通勤用啊，它不是定位于户外啊，不是定位于什么战术啊、技能啊什么，它就是一款通勤的包。我又把它推荐过我之前的前同事，还在数码媒体工作的一些朋友，他们就真的超爱，因为很多人使用这款包的场景就是每天公交啊、地铁啊，或者是一些小的出行的交通工具，大多数都是每天都要背电脑上下班，
或者是相机，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主要都是一些电子啊、数码啊这些设备产品。所以说他们非常需要一款方方正正的、自己可以站得住的包，然后呢，收纳够灵活、够多，并且背起来不会太重，然后背在身上的泄压的状态很好。那么说到这个泄压的状态呢，就要提一下胡他们这一次真的是自己开模去做的这个泄压背负板，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除了质感之外，就是形状，然后整一个 size。它的泄压的这个力度都有所提升，它可以从上背部一直到腰底下的位置这么长一条。我说的仅对于我的身高哈，我不是什么特别大只的人，所以涵盖我的上身是完全足够的，腰托的非常舒服，并且它的镂空打孔呢也很轻量化的状态也不错，表面的磨砂质感真的非常舒服。那么总之呢，在背负这方面，包括透气性这方面，也是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一次的肩带也好，后背部的这一个缓冲垫也好，都采用了这种蜂巢型菱格纹大的透气网，大的棉垫，非常舒服。轻量化的同时呢，透气性也得到提升，那边这一次肩带。的设计背负感受也非常好，它这个曲线包括它的宽度，之前那一款我做的包，我觉得它肩带有点太长太宽了，其实挺闷的，对于我这种身形的人来讲，基本上整个肩膀背久了都会湿掉，然后包括一直连到胸口到腋下肋骨这边都会湿掉。这一次呢，它做短了很多，没有做那么长，并且细了一些，加上透气性海绵垫的这个提升呢，背起来确实舒服不少啊！这种大热天夏天背出去也不会说特别热。当然，双肩包不管怎么样都不够单肩包凉快、啊。那么肩带的位置啊，变化比较大的，除了肩带本身，还有这一个胸口的这个扣子，之前都是用那种插扣啊，然后他们这一次就换了这个多耐福的滑扣。哎，我觉得一开始拿到手还挺奇异的，第一次在这种胸口位置上用这种扣子，因为之前都是在像之前 ZO 上会用那个三点吊的固定带会用这个扣子，而且他们的固定位也不是缝合在一起去卡这个 Molly 直带的缝。其实我觉得它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粗糙，甚至有点简陋，我一开始还不太习惯，但是用着用着发现啊，它在轻量化的同时呢，调节变得灵活了很多，并且它真的扣上去之后呢，不会有多余的直带甩来甩去，像两个奇怪的小辫子在胸口，如果你走路啊或者什么的情况下，蝎虎座就会这样子。那么这个滑扣会让它变得整个视觉感受上清爽不少，虽然看起来好像挺简单啊，但是我是喜欢它这一个改动的，我觉得是在日常使用体验的感受上呢会得到提升。那么这个扩容的设定我也非常喜欢，我日常的东西装满的情况下，假如我出去逛街啊买点什么东西，我又不想手上拎着，我就可以把它扩容再塞进去。这包的容量其实说实话还是很够用的，至少在日常通勤来讲，我使用的期间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明明已经塞满了，我突然间漏了个什么东西还要塞进去，嘿，它真的还能塞进去，并且拉链还能拉上，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合我意的，我用下来的感觉是非常好，我也是非常喜欢。那么这一次的这一个猎户座呢，就没有像以往地狱犬或者是那个蝎虎座在内侧做了那么多的一个分隔，它的主舱里面很简单，正面主舱打开什么都没，完全就是一片空空的毛面，你可以贴任何你想去做的一个内模块的设计，你想怎么样分隔都可以。但目前我没有贴什么，因为我觉得它外面的这个行政舱就已经完全够我的零碎物品用了，所以我里面没有贴东西，我保持它干净的状态，我觉得是挺舒服的。底部两侧有两个像水壶袋一样的，可以放一些比如说是鼠标、水杯之类的这种零碎的物品，除此之外就没有，里面就是两个非常大的平板的分隔，可以放的笔记本电脑或放的 iPad， 放书啊、放记事本啊这种。然后而且我主要还是拿它背相机、电脑，虽然说它的定位不是一个摄影包了啊，它里面也没有太支持摄影的那个内胆，但是如果你想使用的话，那个内胆依然也可以放进去用了啊，就看你自己的使用习惯了。那么这是我个人日常使用这款包的一个状态，我自己的使用习惯。不一定合你的胃口，不一定跟你的生活对得上。你也可以看得到，从不管是外观设计好，还是功能设计好，还是一些其他的方方面面呢，胡服工业他们的进步速度是非常快的。当然，他们也需要更多的尝试去试错、啊，所以难免呢会有一些不太合用家意的情况出现。我觉得是能理解的，毕竟还是个年轻的品牌嘛，才这么三年多就已经迭代了这么多不同的产品啊，不同的整个配装的系统都已经有过升级呢，并且很多辅料啊、很多配件呢，其实也有一定成规模的系统了，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他们也在更多新的领域尝试，除了这一季发的几款包之外呢，他们还新发了一个可以算作是生活方式的复线吧，它的名字叫做 AA6、它其实是一个前苏联的导弹名称啊。整个复线他们是想主打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状态，就推出了一些周边的东西，比方说我身上这件 T 恤啦，他们这次有出一个手机壳，我觉得还挺好看的，那大概装在手机上的样子呢，我会拍在画面上给你们看。那么这个 T 恤呢，除了我身上装这件黑色之外呢，还有个白色的版本啊，白色版本那一件呢，背后的图案就不是这个亮粉色，而是宝蓝色。那么这两个颜色呢，也算是这个 AA6复线的一个标准色吧。如果从衣服本身的产品这个品质出发呢，其实它还蛮好穿的。那我身上这件呢是 M 码，大家可以看看我穿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就我觉得它上身效果还挺舒服的，然后
下摆有做一个小开叉，胸口有个口袋，它 整体的这个版型是偏宽松的，夏天穿很舒服，并且它的料子也算是比较厚实的那种棉。那它厚实的同时呢，并不会说因为厚而变得闷，它的纱织密度不算高，所以还算是蛮透气的。那纯棉材质呢，在吸汗的同时又保持透气，我觉得是一个夏天来讲不错的选择。黑白双色是比较基础的一个配备了。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心情去选择吧。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小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这个小腹包，它是叫做 LEG32， 它的型号，它是可以一个取下包盖的一个设计，区别于之前的这个腹包版本。如果你们还有印象的话，之前跟前罩那个系列一起推出的有盖的版本长这个样子，它就很 side gear， 因为它这个也算是跟 side gear 一起出的嘛。这个包盖也是可以取下来的，取下来之后就这样，它是一个装弹匣的弹夹包。那这一次虎符工业把它改良变成这一种，觉得看起来稍微好看一点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它有一个红色绳的版本，另外还有一个白色绳的版本啊，这个我已经装在包上用了，大概就是这样的这个状态。然后它的扣子就不是魔术贴，而是磁扣，这种小磁扣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自己可以归位。然后它的包盖是可以取下来的，取下来之后呢，就变得更加好快取咯，这个看你自己的使用习惯。除了这一个小的之外呢，一起来的还有一个 side gear 新把手，它是这样的材质，有点像是编织，类似碳纤维那种，但它不是碳纤维，它是一个编织的，蛮有韧性的，我觉得还不错，装上来的状态也挺帅，挺好看的。就是一些配件。 OK， 那么这大概就是关于虎符工业这一季主线副线包款一些配件所有的东西一些简单的感受和介绍了，希望能解答你们一部分疑惑吧，我知道肯定不是全部如果有我没有提到的一些地方，没有提到一些点，如果你们还有疑问的话呢，欢迎你们评论我、弹幕我、私信我。 OK， 那我尽我所能为你们解答了。那么这大概就是这期影片所有内容，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帮助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如果还没有关注我就点一下订阅了。那我是 Rock， 我们下次再见吧。